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卡斯加です。今日咧就发现咗我哋嘅营地咧开咗一间新嘅斜骨店，一定要去睇睇啦。听讲咧只招待女宾嘅啫。小鲜肉给你，好吗 ？OK OK， 好。好，先坐一下。我不够十八岁，我要帅的。那我排队坐。不够十八岁。那我给你一个小鲜肉。好好，快点快点，不会真的是一块肉吧？我想那个不会是你啦。先跟你说一下，一个技师会进来，你要这躺好可以。我们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全身按摩的啊。如果呢太大力的话，就出声哦。OK。那要怎么样？怎么样出声？啊，你叫就可以了。啊，不要的，那就可以。店员都开始跟见怪他。不是，不行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店员都开始随便，客人都随便进，或者是进，不能进来了。好好好。哎，我的小鲜肉在哪里啊？有一个冷压在这边。是这个小鲜肉。我可以换一个吗？不是。我要。然后换一个啊 ，OK， 梦儿过来，过来这边，好，过来这边啊，这个是你的房间，客人，好，技师会要进来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好，OK， 好，不要妨碍的客人了，小绿车出来了，不然的话会很尴尬，我关一下窗帘，哎，这个服务好周到哦。对，好好，很隐私。对，我关一下密码。OK。哎，出不到去了，好，我锁门了。我去，你锁门了，好，躺下去。好，准备三二一，又来了。不想搭理。有你老毛。客人哦，OK 吗？全身按摩到脚，我告你了吗？还你不该，他打完我也要送医院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是古法按摩。好，第二个客人。好，我去我爹。波斯里。打完那个救护车也要来了。我。下个。笑死了。下一个。我也在偷看。打完都骨折了。没有。那你糟糕，打你个老毛叉，打你们。打你点。三长两短，一二三。跟住咧，我哋嚟到呢个三楼咧，就系、是、一间客房嘅，主要啊，差唔多我哋有两间房嘅，好紧，房屋系好短缺嘅，就做翻个登记先。咁其实呢间房咧就喺呢度啦，平时呢个就呢间房啦。咁我会 set 翻个密码俾你嘅，咁我一阵咧就俾翻密码俾你噶啦。为什么大太阳客会有自己的房的密码的？因为他是男朋友、因为他是其中一个技师。是啊，因为他技师。他为什么在招牌搞的？这间房有密码的，给你的。给你密码。太阳客是负责按摩哪里的？个鲍鱼。个鲍鱼。我唔想再你担心，烦死啊！有时俾你整烂咗，我俾你反应，大家都瞓定噶，咁真系冇办法。有得，又行入去啦，唔使啊，今日唔使，咁唔使。三年就要了，好像雞頭。對啊，要啊，今天我拿回一些窗簾就沒事了，私密度比較高一點，最重要是拿回一些窗簾。
我去找粟米。你劫后记得来我们的星粒湖畔九号屋参观啊！现在来还有个办舞节，我们大把南亚招牌鸭等着你啊！